千山冷落凌云道，一生佛前阿罗汉，金刚铁骨皮。迷途梦里生邪见，至虚极守静笃，万物变作风冷寒鸦渡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是耶非耶，化为蝴蝶。听闻神龙帮帮主大胜，大宴武林，大家伙儿都是去讨个彩头的吧？可不是嘛！听说林帮主那拜把子大哥也会到场，十二艘渔船给足了面子。哦，那这位云帮主想必在江湖上名声很好吧？我们老大爽得很，把谁都当兄弟，都是掏心窝子的好。纵然是你们这些无名小辈，也有好酒好菜招待。此番出入江湖，还是寻个好去处，长长见识。听起来，这神龙帮倒是很不错。这些尸体都已经冰冷，似乎死去多时了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此地危险，还是赶快疗伤要紧。我记得好像有人带了金创药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该死的锁链，谁来帮我一把？好像有人在呼救，快过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这就叫你们下来。这里好像有把武器，虽然不怎么趁手，还是先拿着防身吧。多管闲事。多谢了啊。是谁在神龙帮做下此等恶事？还能是谁？便是云粗龙的好大哥，以贺寿为名突袭屠灭兄弟帮会，后面帮着手段定是下作。宋文武
帮主和云帮主。怎么？走走走，掉了。海云，你慢点儿。年纪轻轻，天生为这些不相干的人趟着浑水，怕是今天要把命送在这里了。废话少说，圣药，给我圣药！他症结发作了，抓住机会。
小云，他醒了。阿飞，你别这么大声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内伤不轻，加上溺水受凉，现在才醒过来。好在这里医者多。我叫西云，是云梦的医者，这位是昭飞，师承华山。二位细心照料，在下十分。这是云梦山谷的入口，昏迷期。二位细心照料，在下十分。这是云梦山谷的入口。想不到云梦竟这般热闹。都怪这医会，今年病人也比往年多很多。西云忙得要死。阿飞，别这么说。云姐姐，周小玉好像不大舒服，我摸她手冰凉，身子挺烫的。昭飞，你照顾这点小朋友，莫慌，先让他躺下，取冰袋来，我看看。这么多病人，我也来帮忙吧。你也懂医理，哼，难怪吵着要来云梦拜师。这样，你帮我把柴胡、桔梗、连翘这些药材取出来，给西云送过去，他应该用得到。取柴胡2钱，桔梗2钱，连翘2钱。